One One 世巡 One The World 首尔场成员宣传照公开，笼罩在黄金光辉中的十一人。照片中，成员们各自展现出不同的风格，每位成员都各具魅力。成员们此次展现了美少年纯净帅气的魅力，令人倾心。照片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称：“啊，开始了，一定要一切顺利哦！”就我一个人觉得，这组照片把他们拍丑了嘛。我们一开演唱会就在巨蛋的黄金晚，每个人都超级帅，希望演唱会顺顺利利开始，期待回归女星狙击制服完，6月份高尺巨蛋见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